谢谢大家。高中啊，我他不是百分之百是法兰奇啊，今年。
的调整手牌实在不行，然后下轮有无限了再交勒布斯主之类的都可以。我的直播可能会断掉啊。
出牌的压力很大。赵文上轮报的是一张杀，无懈清完之后，这轮裸摸两张牌，算他一张杀，一张杀闪牌。那么留牌就会留两张杀闪牌，小概率是两张杀，大概率是两张能抵我杀的牌。如果有杀的话就不行。解牌，解八卦阵，压力大。我不要八卦阵，我要顺手牌，所以拆角拆八卦阵，然后进很远。出顺了，出万箭了，出九了，无中生有。交一张顺，顺到一张杀。我先出杀，冲到杀的概率是零。先出杀，两张杀。好，我先开万箭，这样曹睿就不会给赵云去做处理。曹植有逃的概率会相对来说低一些。赵云死了，我的曹植有逃的概率40%，35%-40%吧。赵云死了，而且我有连弩会给一个威慑，他未必愿意出桃子，这一下就能好。 OK，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方便一些，因为只要找机会把曹睿怼烂就行了。但是现在不可以动曹睿啊，现在不可以动，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是不是桃影响不大，不会太影响，吃红桃桃比较好，不会太影响曹睿的判断啊。因为曹睿有桃一定会吃，不吃就是没有。那么摸牌还是在曹植身上，那么摸不到桃子九杀还是可以的，好吧，找机会打九杀就行。接下来要处理的牌是寒冰剑，不吃桃的话存牌压力会更大。闪电，你要吃两张杀的话，你的诸葛连弩就不可以吃啊。这样吧，这样治的话有一个弊端啊，闪电你扛不住了，你就好处是你可以创造机会。